欢迎来到我频道。我在 ZOZO APP 上挑选了14件单品，并用它们挑战了24个 look。第一次研究和尝试日杂风，并被完完全全的圈粉。不知道镜头那边的你们能不能感受到现在的我的兴奋。一会儿如果你们觉得单品或者搭配好看，请把666或者有内味了给我 Q 在公屏上。首先是两件最爱的衣服 Room Picnic 这件鸡皮外套，价格是287，非常百搭。我基本上每一件衣服上身都能用它套一套，最后为了权衡出镜率，忍痛挑了几套出来。第一套的灵魂单品就是这双高跟鞋了。学生党如果想驾驭这一套，其实换一双小皮鞋就 OK 了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套针织打底加碎花裙，哎呦，好想跟学姐交个朋友，太知性太温柔了吧。第三套同样是加碎花裙的，你们觉得这一套的灵魂单品是什么？有没有内味儿？是不是一股都市丽人本人的感觉？这一套之前和大家见过面了，就有不少朋友直接种草了外套。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我会给他打9.9分，因为我觉得 TB 这个价格很难买到这种版型面料和做工。第二件 VIS 中长款毛衣开衫，价格是144，我也太会淘了吧。日系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温暖，所以我给它搭配了一件棒高领的针织打底，白色的阔腿直筒裤，还有一双小白鞋，靠服饰质感就能碾压的一套。因为是比较大气的 look， 包包我会偏向于选择一个大一点的。上期毛衣马甲出现的这一套 look 搭配的外套就是这一件，基础的款式最考验版型和细节，我去店里都经常能够买到超大的浴袍，盲买能有这种效果可太加分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 APP 最实在的一点就是它所有卖家秀都是板板正正的，不会去凹造型，对于衣服的版型可以抓得比较准。第三件 Select Mocha 红桃色廓形风衣，这件价格是414，非常有廓形的一件风衣，料子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们听一下。我给他做了四套搭配， look one 是针织打底加阔腿裤的一条小丝巾做一个亮点，这一件到手要熨一下，里面无论搭配什么都是气场1.8米，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它真的非常显白。 look two 连帽毛衣加深蓝色直筒牛仔裤，再踩一双帆布鞋，拿上一本杂志，可以外出拍大片了。第三个搭配是针织打底加长款连衣裙加小白皮鞋，同色的白色包包作为呼应，所谓可盐可甜。第四个搭配是顺色的毛衣帽衫加上撞色的半裙，就是这一件，现在灯光打起来有点偏亮了，然后再加一个帆布鞋，大大的帆布包。这条裙子也是 Room Picnic 的，到手价143，它同款还有一个棕色的，面料是绒面革，摸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有温度，掐褶的用料做得很足，配有一条大大的缎带可以绑蝴蝶结。我高估了自己啊，选择了这个颜色，比较有点难以搭配。其实一开始想选的是那个棕色的，但又怕跟那条鸡皮革的半裙相撞。好了，欢迎大家在这四个 look 中挑选你比较喜欢的那个造型哦。第五件 Lori Fong 中长款绑带毛衣，就我现在身上这一件，大概就是这个效果的。它中间的绑带是可以拆开的。我这一次一共买了两件素色毛衣，一件是这个，一件是 Select Mocha 的帽衫。这两件的版型都没有让人失望。我给它搭了一件棕色排扣鸡皮半裙、小黑皮鞋和一只黑色的通勤风腋下包。这一套干练职场，但又平易近人。如果过年过节要见家长，同样推荐这种风格的穿搭。第二套是高领薄打底加花色连衣裙，一双精致的乐福鞋收尾，这一套 look 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呢？ Recasting 棕色鸡皮革半裙，到手价165，同款还有个米色和绿色，我太喜欢模特小姐的搭配了，给你们放出来看一眼，也是简简单单的，但搭出来就很有味道。以及这一套 look， 上期驼色风衣内搭的这条半裙也是它。我给它搭的这一套是加一个顺色的帽衫，打底针织露脖露底边，然后再加一个日杂必备贝雷帽，格纹大围巾，风度温度兼具。这一套你们会给它几分呢？给它搭配的这一件帽衫是 Select Mocha 的，我遇到打折，到手价是178，现在是332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牌子，虽然价格有一点高。走的是简约优雅大女人路线，但很多单品都有着独特的小设计，比如这一件束腰马甲、V 领背心马甲、竖纹针织 T 恤、
花苞变休闲裤，半身束腰针织等等，版型细节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我给它搭配的另一套是加了这样一件格纹阔腿裤，这个色系是不是很搭很日杂？简单的搭一件牛仔裤帆布鞋也是好看的，细节面料是有华夫饼格的，亲肤舒适且不会太厚，内搭完全 OK。 第八件，这件 Tiffany 蓝的衬衫长裙，到手价286。当我一眼瞟到这个颜色，我就决定一定要把它买下来，单穿是 OK 的。这一次很多外套也都可以和它搭配，因为库存只有驼色的，我就不和大家多讲了。第九件 Kobe Lattice 条纹长袖，到手价131。它的领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圆领，是一个船领，就是一个扁扁的月牙形领口，介于圆领和疑似领之间。我就奔着它这个设计去的，之前在一些日杂的图片上见过，就是属于感觉好像很好买但其实很难遇到的款式。我给它搭了一条简单的深蓝色直筒牛仔，再加一双红色的平底单鞋，一件红色的卫衣做点缀，就一套比较休闲年轻的 look。 其实什么单品搭上这种风格满满的条纹白 T 都会变得日杂风满满。最后一套我给它搭配一条超长的单肩斜挎裙，直接盖过我的脚踝。这一件到手价是184，就像商品描述的那样，对于廓形偏爱的成年女性会更偏爱这一条，对我来说可能真的有点太成熟了。我觉得模特的极简搭配好像会更顺眼一些，所以就模仿了一下，大家可以打个分。第十一件，就我现在身上加的这一件 Silk Mocha 的绑带针织衫，妙吧？我选的是深卡其色的，和我身上这种杏色或者浅米黄色的打底都非常搭。模特的这一组颜色搭配也是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给它搭配了一条卡其色的阔腿拖地裤，但因为是均码的，对我158来说就不是很友好，有点长。但面料和细节是我喜欢的，就很森系。同款还有这个颜色高一点的小姐姐可以参考，以及细节面料我到时候会放出来。第十三件 Raw Picnic 的一件雪纺面料中长款开衫，淡淡的薄荷绿色，这一件到手价是275，偏春秋的一个款式。我觉得模特小姐姐搭配的就很日系白领，面料是这种垂坠不易皱的，版型就很 OK。 我给它往春秋的方向搭了一搭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并给它打个分。最后一件 Supreme Lala 军装风机皮夹克，到手价544，腰部有一个抽绳可以在两边调节，同款还有米色和卡其色，它的袖子是种宽松的灯笼袖，袖口向上提，方便露出内搭，这一点非常值得表扬一下。背后是这种掐褶设计的，很多外套呀，希望你们能学个乖，把袖口改短一点，1、2、3点顺色搭配会使整体顺眼精神很多。这一件是薄款的，除了刚刚的两个搭配以外，我还给它搭了一件顺色的百褶半裙，加一双高跟单鞋，还在学校的baby 可以换成球鞋或者休闲的白鞋也是 OK 的。好了，14件单品全部介绍完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草的？他们全部来自 ZOZO APP， 它是 ZOZO TOWN 日本第一电商品牌，在中国唯一的官方购物平台，涵盖了300多个时尚买手店和专卖店，拥有超3000个人气品牌。你可以在上面淘到很多日本原汁原味的品牌，日系不止优衣库，也不止潮牌。像我这一次买到的很多品牌，他们也有中国官网，不过打开归宿购物需要一段很复杂的流程，而 ZOZO APP 是日本直邮包邮包税，你看到上面的价格是144，到手就是144，不会有其他额外的费用。我是27号下单，30号发货，因为有一部分商品是需要调货的，到我手上是7号，这个速度对海淘来说可以的。喜欢日系风格的小姐妹，哪怕没有种草上我买的这些东西，或者觉得海淘有风险，也可以下一下这个 APP， 对搭配的参考性可太强了。不仅有模特的搭配可以参考，它上面还有穿搭日记、时尚杂志这两个板块，实时的同步日本时尚博主的一些穿搭，方便大家感受最地地道道的日系穿搭。最后一点就是买手店嘛，推荐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销好看的款式，每个买手店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且不加价，把优秀的品牌全部集合在一起购物，那就方便省事很多。